好拼命啊，我的妈呀。你们当时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条件练球？我上高中的时候才接触篮球，我的场地是室外场地，然后夏天就顶着这个烈日，冬天就顶着这个寒风。那个时候吃饭和打球只能选一个。那这样相比之下，老王是比较幸福的。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练田径的，我打篮球的时间是在我每天训练田径的业余之时，并且穿了一双非常低帮的田径慢跑鞋。你们觉得就职业也好啊，高中生也好，接球手也好，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区别？对职业的话，他可能这个技战术能力会多一些，他的个人技术没有那么花哨。高中的话，可能个人能力单打会比较多一些，因为他们现在年龄比较少，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以后，他们才会把这个个人技术跟这个技战术融为到一体。从训练的角度看，其实职业它更简单，因为有教练给你去制定的东西，你就只需要按照完成。但接球就不一样了，对，只能靠自己。对，赵阳说的很好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咱们坚持在看球了，再这样说下去的话，咱们和东北已经错过了，咱们还是看球吧，好不好？错过比赛了，一生只有一次的耐高联赛。你看一下这环境。我打这么多年球，这是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么规格高的一个场地了。好了，不要出那个没见识的样儿。好球！吴世俊一直在抓青花腹，他回防慢，这个弱点一直在抓。哎好球！我的妈呀！他们反击打是真的快、哦。哇！哇！太有球了！隔扣了、哎、好拼命啊，最后十二秒，最后十二秒，比他刚开始我已经说特别喜欢你的球，然后你们觉得咱俩玩的特别像，我关注你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这个耐高之后你要不你大师把这个上高二，好年轻啊！你哪一年的？我04年的。看你的打法，不像04年的，很细腻。拿下冠军，好。